肖战工作室更新日常见大片，短短几个小时突破百万点赞。12月16日，无数喜爱肖战的粉丝们再次收获到了一份突如其来的惊喜，那就是工作室再次更新了日常见肖战系列。而在这次更新中，多达十几张的全新大片，里面有星空，也有蓝天白云，肖战身处其中，真的是既梦幻又唯美。可以说每一张都有着顶级的氛围感。除顶级的氛围感外，大片中的肖战那无与伦比的气质，让人心跳加速的同时，也让无数网友直呼能帅过肖战的果然只有新的肖战了。另外，大片中的肖战也是有着满满的贵气，仿佛有一种王子般的气息扑面而来。不得不说，如此贵气的肖战也可谓是又一次在大家心中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当然，还有一点让人毫不意外的是，就在工作室更新不久，这条动态立即就吸引了无数网友们的关注，不仅迅速登上了平台热搜，还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突破了百万点赞。而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无数的粉丝们在看到工作室发布的全新大片后，惊喜之余，也是在社交平台上纷纷留言惊叹道：“肖战真的是太帅了。”从粉丝们一致的惊叹声中，其实能真切地感受到，对于能收获突如其来的惊喜，并看到新鲜的肖战，大家都是有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诚然，大家的高兴可以说也是肖战与粉丝们真挚情感的见证，因为粉丝们对他的思念，肖战一直都会记在心里。作为一名优质偶像，肖战自身也是非常宠粉的，其中工作室不定时发布的日常见系列就是他与粉丝们的互动方式之一，而这样的方式也绝对称得上是他对粉丝掷地有声的回应。说实话，能在喜爱一个人的过程中不断收到回应，就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过程。特别是肖战这些持续更新的小日常，在带给大家视觉盛宴的同时，其实也是将他与粉丝们在互相陪伴过程中的双向奔赴体现得淋漓尽致。肖战。